好，哎，我没有口红。哎呀，给我再涂一下，什么鬼？舔狗疙瘩。嗨，晚上好，晚上早，大家。我们刚刚回来，刚吃完烤鱼，反正就一个灯嘛，感觉有点黄，就是这么黄。发现今天做了这种灯。嗨嗨嗨嗨嗨嗨嗨！在干嘛呢，大家？七夕已经过了，大家不会在干嘛吧？不过大家想想，大家应该没有男朋友或者女朋友，应该什么都不会干。不然人家，因为听吴雪雨说，他朋友圈他们都在吃西餐。他的朋友们都在吃西餐，就我们在吃烤鱼。对呀、啊，张欣的房间就是这么黄，让我一个冷白皮都变成了一个蜡黄的皮肤。真的吗？准备睡了。啊，你们也吃西餐啊？晚上好。哎，你的这个号回来了吗？谢谢 LEO 的玫瑰花，好想要个光啊！问一下，嗨，晚上好。真好黄，我觉得咱们关掉黄的灯，说不定还能好一点。我这里还好，因为我不知道为什么那里那么黄。你平常就这么黄着播的？对呀、啊，我很随意的。大家不说你黄吗？有啊，我自己看着都很黄。确实。刘海，你知道我们刚刚吃鱼，你知道吗？我不用那个剪软件了。就是一边后来下雨了，我们淋着那个雨都飘到鱼里了。但那时候现在我们要吃完了，我把刘海不用那个窝一窝。谢谢 Kiss 豆的喜鹊仙子。晚上好。谢谢花花姐喜鹊。确实没啥用，很少能找到真爱。大家现在刘海应该会短一点。好高冷哦，大家。单身好呀，你是单身吗？你在这说什么？好伤心啊，好伤心啊。确实交友还不如来我们口袋。干嘛？谢谢白白的星火卷，你伤心大家在这里装高冷啊，就觉得很难过。我
我这个头发颜色掉的不红了。就是我跟大家聊天，大家这样子。小任现在还单身吗？他应该不单身了吧？看吧，这就是为什么伤心。有花花，哇哦，好羡慕哦！真的太让我难过了。我再数十秒。干嘛？揍你！你肯定单身，那是必然的。哦，我还以为你说到了花呢。我不一直很花吗？哎，你也是这个，之前曲美玲用的也是这个，超好用，确实。美羊，七夕快乐，宝贝，么。滚吧，七夕已经过了。七夕快乐，拜拜，七夕快乐。花臂啊。我有刮过吗？我没刮过。帅哥，你说范路远吗？确实他今天蛮酷的。没有啊，大家太高冷，我都抢关了。好黄好黄。我不知道为什么每次一开直播我就很困，是这个什么，应该打一个白纸魔力。你靠近点可能颜色会变一点。有张照片觉得蛮刮的，我有刮的时候吗？啊，这有什么照片？我想看。谢是新哥的梳子。对啊，我旁边江三，我为什么是工具人？没关系，可以做范路远的工具。发票的时候的意外啊，那个刮吗？因为真源是真的，是吗？那就黄吧。举的也很傻。没有，是不是你们太无聊了？他想拿我策划纸。是我自己太无聊了。没有，因为我知道他们就是那种进团之前就认识嘛，我觉得也是很难得的友谊。然后是工具人，谢胖姐的喜鹊仙纸。对对对，上面很多人晒猫。好的好的。休息。谢谢胖姐的香水。檀木梳，什么呀？就没在说他们，人家好爱他们。是我跳到怎么关嘞？祝你变成一只猪。好黑呀！哎呀，我陪大家聊天，大家都不理我，猫猫我就会很伤心的。人家七夕都有好多好多。西餐好多好多，什么我们只能吃烤鱼。今天吴雪就在说，我说因为没有人给你切牛排。他们情侣切牛排都是护卫的。我只想自己不切，把牛排全部都吃掉。你让代替购买也挺好，你这你好，我觉得你在这我这里在说其他的，我根本听不懂的东西。两鬓丝如歌也无声。绑架你这个就不对了，绑架。谢谢奶奶会喜欢你那边送的檀木鼠。我能带猫回中心吗？那必然不可能啊。谢谢小易的，这是为了猫猫好，我不会把它带回来。香水。因为知道自己没有能力养它，就不会把它带回来呀，会害了一只猫呀。确实。就是你要在你自己有能力养它的情况下，你才能带它回来。确实，我每天也这么说。不连麦，连麦太丑了。连麦那个光线太丑了。好的好的，最喜欢的玉箫是个美，行吧。不是连麦那个，它会镜像，然后就会变得很丑，所以说不喜欢连麦。而且我每次连麦大家也不说话，有什么好连的？没有是我挂的快吧？
我好可爱，嗯嗯，好奇怪哦，你们全夸一些其实我根本就不是那样的东西。所以说我说我不连啊。卢好运不会太迟的，哇！他们在一起了，真的吗？啊！我还没看呢。谁在一起啊？一个剧，就是那个两个女生在一起。啊！没有啊，因为我在中心。西西在一起了啊！我在江西的房间。啊！我今天拿东西在那边写，我明天才回去，我就要睡觉在中心。蜜汁丸是吗？太甜了，太甜了，太甜了！觉得镜子里的光就是会好看很多，这里真的很黄。因为它上面是那个黄色的灯，我知道你是白的。他比较爱我好吗？好的好的。好感兴趣，其实我本来就是知道的时候还好，但我刷抖音突然刷到了，太甜了，简直太甜了，简直。对，我昨天熬夜了。我刷到了他表白的。哦，不，前天熬夜了，昨天没有熬夜。确实。羡慕我，羡慕我。没有为什么，嗯，就是没有睡着，就很晚才睡。熬夜还需要旅游吗？我又不是熬夜想谁。哦，确实。看他俩的跳舞就好，再来跳了，谢谢。主持人在这边，还以为我要流口水。我也希望我能去拍一个这种电视剧。我不喜欢。好平淡啊，这个节日，虽然现在已经过了，但是感觉今天都没有以往那种氛围。因为你没去对地方。是吗？我说粉丝们。哦，粉丝呀。不然要去哪里有氛围？吃饭的地方。哦，确实，去我们去那个烤鱼店，你知道，全是那些，全是那些，可能是在家，我们就吃不了西餐，就是吃烤鱼。烤鱼不好吃，因为我们喜欢吃蒜香味，然后今天没有蒜香味，就香辣味，香辣味就不好吃。我真的有很多，但是都是假的。好冷哦。你自己调啊，在哪儿呀？没有泡椒吧？坐等好运吧，什么好运呀？啊？难道有 CP 是好运？希望你是就是真的是这么觉得。你如果就是在我这里说最爱我，我就大真的是，我觉得粉丝们真的是可以就是瞬间变换最爱谁。确实。你等我，就去给另一个宝贝说，宝贝，宝贝，我最爱你。没意思，可能是好朋友绝交了，但是不是像那种，没意思，没意思。真的吗？变了，很吉利，最好是不变吧。啊，他们说今天我们遇见的那只猫会很吉利，就是会带来好运的猫。啊，确实，我今天有好运，因为我今天就是我爸爸身体变好了。那江心的好运什么时候来？江心能有什么？我觉得很开心。嗯。两个，你哪有人同时爱两个人啊？可以查查。就好一点点，希望他身体更好。我能有什么好运？我的好运就是。我今天看我妈妈说，我就很开心。我的好运就是啥呀？不知道。你的好运是跟我成为了好朋友。不是很久以前就是朋友吗？没有啊，今天的好运。我跟你哪有很久以前就好朋友？但是不是今天啊？嗯。今天好运应该是其他东西。好运是武器金瓜啊，这算了吧。算了吧，能有武器这种东西吗？
希望是正常人就好了，我觉得就不要下降型的那种。好搞笑啊你。又失眠了，你今天见到我了吗？粉丝说江心说的对，确实啊，不要那种这样发疯的那种。期待你发现我的爱。什么？也是对那首歌。就是有一天时光会。二线。你会忘记曾为我难占有这一夜。我妈放这首歌。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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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嘟，你的头像，我看看。他们大家不理，大家就是没有问题问我。微笑，大家没有问题问我。哦，卡吗？一切青春之花随风飞逝。哦，现在虽然过了七夕，但是每一天都要爱我。这真的好黄啊，心永远不变。而且七夕，哎，我七夕从来没有收到过花。吴雪雨才在分享他以前七夕节卖花的经历。让吴雪雨等一下给我们一人买一朵花。对啊，我是周花啊，就是每次在机场粉丝们给我花。确实支持。而且今天七夕我也没有收到红包，还是我给我哦。但今天我特别幸运，我给我家长发红包。然后我领最多，我爸妈领几块钱，我领了80多块钱。风凉雪，我为我呐喊着这一夜。哎，还有啊？怎么这么长？我以为他就是唯有那空，太长了，心永远不变。五个粉粉。哎，我在想，要是 DP 就能跳头号新闻就好了。啊，我觉得头号新闻就是又有可爱的，又有。对啊，我有我看有没有人补光灯哈，我看一下他们有没有回复。啊，那我不想玩，懒得拿。没有补光板。播一会儿嘛。感性的眼泪。但还是会有一点效果吧。没有补光板。全是那个垃圾袋，好酸啊！你给我翻垃圾，我以为我想拿那个袋，白色袋子。哎，这是什么？江心粉丝的花。哦。我收到花了，都臭了。对呀，把我扔掉了。谁啊，好像去迪士尼啊。有一天时光会带走一切。哎，但是我在想 CP 就要是跳这个的话，那这个等一下他们有一段是什么 We are Team H 的话，那 CP 就是 We are CKG。 不，但他们是要唱的，唱起来好奇怪。前不见吃了，吃早餐。就是你们在干嘛呀？你看吧，可能哦，还以为大家不会去过什么七夕，没想到大家今天对我这么高冷，我就是很难过。真的都我都要伤心了，就是，哎，跟大家聊天，大家居然在干啥事情？看到就是这一段，哎。今天我的发言，哎呀，我这个发言都没有人跟我说，真的是莫名其妙 Q 到我的，就很奇怪。因为杨雨涵是底下跟他说好，就 staff 专门找着他说，等会找你发言。嗯，我是莫名其妙。因为那个主持人一直在给自己加戏。
本来是就是很多都没有，还给自己加戏加了很多。我好看吗？我好看的话就可以。谢谢 B 嘴巴的应援棒。今天是很随意站的，今天是莫名其妙站上去的。我还是我今天看那个，就是我今天看我们 staff 拍的那个东西嘛，我把操录单认成我自己了，我就说这个腿好像跟我腿长得不一样，然后后来发现不是我。算了，今天给你们放点甜甜的歌吧，虽然七夕已经过了。还行吧，一般般啦。这是什么？梁山伯和祝英台。朱丽叶。祝英台，我爱你，你是我的梁朱。朱丽叶，这个就是。祝英台，我愿意变成你的朱丽叶，幸福的每一天，是不是这首歌？是的。哎，那就是这首歌呀。是梁山伯朱丽叶。什么祝英台？本来梁山伯就是和祝英台嘛，人家要唱朱丽叶。谢谢番茄巧克力，谢谢拉拉的巧克力，谢谢老爸爸的香水。他们说要放分手快乐啊，不行，还算，还是我觉得还是不要讲。我不，我一定要放分手快乐。我好爱这首歌，这首歌非常的，我觉得这首歌还好哎。对你说我愿意。千言万语里只有一句话能表达我的心。七夕怎么过？七夕外文歌只有一句话。你怎么过？你看我肩膀还挺宽的，就是我不厚，但很宽。然后肩膀，我肩膀很多肉，但是很窄。笑死了。山坡幸福的每一天，那我觉得这首歌还好啊，分手快乐。谢谢大家。我觉得最那个啥的是什么嘉宾啊，阿拉斯加海湾啊什么的。粉丝说他们不能听阿拉斯加海湾。会怎样？你就很想放是吗？对呀、啊。不知道，那天我播他们就说不喜欢。为什么、啊、这首歌怎么了？这不是最舔狗之歌，这首歌超级舔狗。我可爱了，很舔狗，很舔狗。哦、能不能在的扣一呀？理一下我嘛。就是你们老说我说话就是，哎，有点小高冷，就会很难过啦。当你欲言为去求全，有没有用？八月，八月会幸运吗？帮你找个对象，我觉得。就是有合适的人自然会来吧，就是不用专门去找吧，就是我觉得合适人他出现的时候就是会出现。哎，我也觉得，就是你越想就越不会。魏俊元前辈的 CPDD 是吗？你怎么打不上？希望吧，希望八月份的我可以填到极致，富有，然后。健康开心。我的话，你把鸡腿给我，我给你一份幸运，你就会遇到你爱的人。分手快乐，祝你快乐，你可以找到更好的。我觉得我可以去唱给那谁。谁、啊？你想，不能说出来。你是不是有些可能他那里太多女孩的吧，不像我，我没听懂一个特效七夕礼物。我都没说话，他说他听见了。都没怎么看到礼物，不不，我都没说话。哦，没听懂，晚安。我比较不太了解。但这种歌还挺好听。什么什么东西这种调调。对吧？梁静茹。
不懂。谢谢拉子的应援宝。送你的风，你却想上街头都吹吹凉风，会清醒的多。你说你不怕分手，只要我之前你没有发现我卷发跟之前不一样吗？就是以前那个是一个一个卷，那种是很费，以前我是那种很费时间淡卷，然后今天就是一个随意的波浪，这种就很省时，但是也蛮好看。不懂你们这个海王玩法。这个是一个普通的卷发。前尘中就飞起热带的岛悠悠，请你快乐会被做的在什么意思啊？什么回家送家看吧看吧，不知道要不要回家。小神仙是个懂王吧，因为他应该和你差不多的。不知道，都是他的老婆阿芝。对呀、啊，不会做事情。什么？大米，哎、嗯，戴个大米妮还蛮可爱的。不知道哦。这个完了我就下播了，大家。上天啊！开始了，开始了。CKC 应该没有云握手。两个人，你要拆散他们吗？上天。对啊，因为是当心播的。我就喜欢那种他们越不愿意做越要放，嗯，别左右我。这是生的，晚上好。好的日子你要好好享受。我都不知道歌词是什么，好少听这个歌。哎，但是我今年七夕我都没有看到什么情侣，但是我今天在就是柴人那边就有点怀念，因为看到了。很多小迷单车，然后看到以前的路，就看到我以前骑电动车的路。谢谢饺子的喜鹊。就会很怀念吧。确实该早点收拾它。嗯。哦，对，我今天本来都不想去吃东西，好累，都感觉想立刻去倒下睡觉。因为我们昨天淋雨了嘛。粉丝内心深处。哦，对，我今天玩那个小，我那个小朋友他用他的电话手表，他还有特效，我可以自拍，你知道吗？特别高级，他就是可以调那种壁纸，超级厉害。一般般，好吧，还是有点难受，因为昨天淋雨了，对吧？我们昨天吃火锅，突然下好大的雨。嗯、今天也有点。嗯，我们今天吃烤鱼的时候下雨，还没有，当然没有跟我们。怎么可能免费合影？他是给我打开他相机那个特效，就是照镜子，你懂吗？每天运课，每天都要运课。什么一个小男孩？我跟一个小女孩玩的呀。我跟的是一个小女孩玩，她胡说八道。女孩。谢谢拉拉子的巧克力。对啊，有贴纸，没有，不是男生啊，女生，一个很小的小姑娘，我觉得她长得很可爱。哦，确实要照顾好自己，要照顾好自己。谢谢最喜欢的玉小中妹送巧克力。对啊，打这种很可怕的。一个站，可若你安排了别人给他，我会祝福他。想见你别，我跟你在干嘛？我看看他们起了什么作用。啊，脖子疼。这些晚上我对你说的话，因为每个人的就是抵抗力不一样，我妈妈打了就是会有点困，但是
啊，你们之前还骂我，你们之前就说我在这里就是危言耸听。好了，拜拜。我要睡觉了。嗯。拜拜。我再开七分钟就关了。拜拜拜。晚安。对啊，我也是，我一直就觉得很害怕。发烧，对，因为它就是会有那种，就是要让你抵抗嘛。对啊对啊，你看你自己不没有做还要催我，怎么能这样呢？怎么可以这个样子？嗯，就是要去很多地方嘛，对吧？我们今天，哎，那个地方就好像，啊，我真是很怀念呢。他挡了你镜头，真的吗？你都没拍到我的恋爱躲避球，专门选的恋爱躲避球给你们跳，因为我知道我粉丝都喜欢恋爱躲避球，哎，我自己也喜欢啦。把爱你说出口，期待你回应的时候，也许会发现喜欢你的心变更多。紧张的地哇，这是个爱心形状吗？我看看，你别弄散了，我自己幻想的，是真的是个爱心形状。你这是得多抽象才是爱心啊，真的。哦，谢谢电磁炉的奶茶。我没有，我在白眼他，他比我高，我在看他，不是白眼，这真不是白眼，可能是我白眼你，我不没有白眼他，是因为我在看他，翻白眼不是这样的，翻白眼我是因为在盯，我跟你们说，我以前初中就被人家说我翻，就是我瞪他们，就是因为我看完一个人，我要转回来啊，真的不是翻白眼，不是嘲讽，我不要。真的，以前有人说觉得我很拽，我说我不是拽，笨的。就是很容易别人就觉得你在拽，就没有拽。啊，真的吗？真的我要帮你。对呀、啊，不是。不是，就是单纯的，哎，哇，谢谢谢谢丹丹的七夕快乐，希望你不仅七夕，每一天都要快乐哦。忘了换，发色这还看得出来，我现在头发特别渐变，你知道吧？下面是又绿色，然后这。那天洗头，它掉的很黄，你知道，就是很多黄色，就是有点黄的颜色，就是不知道是什么颜色啦。嗯，不怎么紫，其实它都很多绿色，但是就有种渐变的感觉。我也没有用补色的护发素先，就像它这样吧，我觉得挺酷的。真的吗？我不知道我今天长什么样子，就是今天大家看到的我。但我觉得今天那个衣服领子就是显脖子太短，我帮你。哇哦！为什么你要开这个呀？我不想用那个充电。你看到我今天什么样子吗？我刚就我染什么颜色都是对吗？好，可以，狠狠的同意了。我可以，谢谢七七的心情。拿吗？在哪？楼下。
但是你又害怕，是在哪里？没有，可以去。回家了。啊，那舞台高啊！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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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行了，双下巴吗？我不想要双下巴。没有在翻白眼，我在看，我在看江心。啊，那角度很迷，天哪，我要晕倒了，那不行那不行，打咩打咩，打咩打咩，我不能接受我仰拍哦。我以前就特别害怕，就是不是说不喜欢第一排粉丝反图啊，就是特别害怕第一排有的时候，就是如果大家相机还举得低的话，就是那种很可怕的视角。看我的苹果肌。太端了吧，我爱他。一般般吧，因为大家都不会捏我的脸，小他们说越捏脸会越胖，所以说我就不想要别人捏我的脸。可是有的时候吧，就是有些成员莫名其妙在捏我，就很过分，没有跟我说在捏我，好生气哦。可是他们都是骨头。我不想捏别人，我喜欢捏别人的，我喜欢捏胳膊，就是我特别喜欢去摸别人的大胳膊粗不粗。你只能在这个直播间里面送我七夕快乐，我给你一个余捏的机会。他跟我说的呀，他骗我。他说他走得好，我发现了。而且你知道吗？难道说我的好朋友欺骗了我？我生气了哟。什么意思啊？没听懂，真没听懂。等一下，等一下。有成员骗我，但我不告诉你是谁。不告诉你，冲不过他们，他的老婆太多了。就是那个成员，就是他的老婆太多了，我们打不过他。我说粉丝都是他的老婆，你在说什么？对啊，他的我不就是我害怕我的粉丝打不过他们，还是算了吧，我粉丝比较柔弱。把他房间冲了，田贤说：“没有，不是田贤。”哎呀，什么呀？你在笑什么呀？我想起，我想起
我的一件事儿。那你还挺奇葩的。对呀、啊，他们很凶的，他们就我觉得他们每次都很，就是他们，叫声太大了。真的，你们怎么了？是有人骂我吗？怎么又有人传我的谣言吗？最近我有什么新的谣言吗？我知道，可是我想你们小声点，保护嗓子。帮我姐妹，我姐妹是谁呀、啊？还是要注意身体，还是要注意身体，就是什么打 call 什么的，就是不要太大声，因为我自己是因为我会担心，但是因为我自己是嗓子不是很好，所以说我就会希望大家保护好嗓子。你们还能去 KTV 啊，这么牛。说到 KTV 就想到赖俊宇那天，真好笑。今天江欣说他自己是全智贤，对啊，就是、他今天说了一天他自己是全智贤，我说全智贤没有这样的腿啊，我说是脸，以后我就是会是那种腿，我要相信我打得过哦。他这么厉害，他一个人都可以揍大家吗？哎，这都可以再次给它冰着，它已经变成汤汤了。啊，那就是一整块了。对，给你们看我们买的葡萄冰，然后它就是一直没有吃，然后它变成一整袋水，就下次可以去拿冻起来，变成一大块大葡萄冰。嗯，所以它已经化了。小鱼干，你吃了？嗯。你就剩一个这个吊针。对呀，画了，但画了，之前我们也只把画的葡萄汁倒过，贼搞笑。这真的，我觉得特别好，就在上海的朋友一定要买，就曾经就上海能吃到，我每次去上海的必去买这个，大冬天你们知道吗？我在街上被冷哭了，我还抱着这个冰在那吃，一边哭一边吃，因为重庆以前没有，我就只能在上海吃到。你说的很惨，真的很惨啊！我在街上就是在散步，然后就买这个，什么白葡萄味嘛，但我还是觉得这个味道最好吃，就是因为那时候吃过白葡萄的。嗯，但我觉得这个味道最好吃，就是真的是那时候上海特别冷，冬天一月份的时候，然后那时候以前重庆没有，只有上海有，然后我在上海就再冷我也要吃，你知道吧？嗯，然后还要摘掉手套的时候，把冰的我的手都要冰掉了，说的我都要哭了，确实很难过的，很艰难的。雪碧，我们都是直接吃的。我不知道你老在那里笑笑些什么东西，你每天在这里笑，相信这种我每次我说什么他都笑，就很无语。比较爱笑啊，我也控制不住啊。真的，你们知道吗？每次我说什么，江欣都在那里笑，真是真的很搞笑。你不觉得你自己搞笑吗？就像你看赖俊宇的状态一样。哎呀，怎么我粉丝觉得谁都暗恋我，他们觉得赖俊宇又暗恋我，觉得你也暗恋我。怎么了？你很想打我？我喜欢的可是像那谁那种。你笑什么？没有，我说你喜欢那种开直播开一半就不见的。确实很奇怪。啊天哪！哎，这个光看走了我又能接受，你不觉得吗？就除了黄一点，但是对呀，对呀，你们觉得呢？看习惯了就好。你是不是也记得多久没有说爱我？你对人粉丝唱，对我就是对我粉丝，不然对你唱。
你是不是也记得多久没有说爱我？我没听过这首歌，但听听到他歌词，竟然没有听过。对呀、啊，我全是甜狗歌的。敷个面膜，开个眼睛灯，画那个。哎，我的哦，好高冷哦。耍坏爱爱爱呀，跟爱爱爱呀，合理时空的范围，哔啵啵哔啵哔，咚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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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咚，嗯，你们觉得自己很高冷吗？你们觉得自己很高冷吗？你们觉得自己很高冷？你们真不觉得这个光线看久了还行吗？就是还行，就是虽然跟平常不一样，平常因为平常我有面光。啊，我会卡吗？怎么黑黑的？好讨厌。谢谢切书姐姐的耳坠。谢谢谢谢。哎，你这次去迪士尼了吗？没有啊，没啥时间可玩，而且也不好玩。玩日记，好的好的。但我觉得迪士尼的东西还是好想买哦，因为我看托尼还出了一个双肩包。嗯，我们小偷确实去就是相当于去买东西逛一逛，微信就睡了，因为太想念我了吧。啊，真的吗？今天我白的发光吗？粉丝说的。嗯，啊，现在只有眼睛进东西。我旁边是谁啊？全智贤。没有，你还好吧？哦，大家都还好。哈哈哈，咱们说旁边是江三。全智贤。哦，全江智贤了。等一下，全智贤粉丝来骂我。但是江三还好吧？我觉得。咋了？王佳宇比较黑呀、啊。我摆着呢。对，所以我说他们说我跟你在一起有对比，我说你还好啊，你没有很黑、啊、我是那种粉白肤色。你天天说自己，你知道他天天我因为我说赖俊逸是黄黑肤色，江欣在旁边说他自己是粉白肤色。真的是阿库玛这样说的，因为阿库玛是绿色啊，他是绿色，真的是绿的橄榄皮吗？对，哪里好吓人？因为他觉得他今天自己特别像。哎呀，没有，我就是实话实说嘛。但是卤蛋好像也挺白的。对，他超白。吴晶晶也白吗？不是，不知道，没怎么注意。因为卤蛋是，我是哪天看到的？王姐，有什么好怕的？为什么我们七仙女输了呀？我又不怕，我都没有说她坏话，这是事实啊，事实都不可以说了吗？就想说实话。对呀、啊，如果说实话有罪的话，就把我抓起来吧。谢谢流泪狗狗头的玫瑰花。F 四是谁啊？傻的可以。谁是 F 四啊？啊，我好像知道。哦，我还以为是江三的团体呢。怎么可能？我能有什么团体？我是
什么传销？你不是我们可是00后小分队呢。哦、对对对。那我们年龄赢了呀。哦，那也确实。我们就是年轻，年轻就是好。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。就是真正的年轻的散发的那种自然的。对呀、啊。西仙女是什么？我只知道我们三大只。哎呀，都斑驳了，怎么能斑驳呢？嗯，对啊，已经解散了呀。我今天都已经发过脾气了，因为我最。就是特别不喜欢别人，就是大家约了说去吃饭，然后要那样子就是爽约，我就会觉得很不喜欢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嗯。今天就是跟你们说，今天就是。虽然后面他们都回我了，然后前面就说，我说到底要怎样，我说你们叫的说吃东西，现在给我在这磨磨唧唧，我说真的很烦。没有解散呀。哦，这首歌好眼熟，好耳熟。然后我放完之后他们就来了。嗯，张三的歌单，我今天有特别好听的歌单，对吧？张三今天化妆的时候播的、嗯、对，是我搜到了一个宝藏网易。嗯，什么被孤立啊，无语。那他又加入不了00后小分队。什么歌？都是英文歌啦，怕你们听不懂。走00后，可以哦。我们必须吃2000后啦。什么可不可以？不可以，不可以。你是零几？嗯，我是2021年的，刚出生了。那我还2023年。他说要闪闪加入我们的那个00后组织。他们说要我们放水，放水。那不行，他跟我们有代沟吧？代沟不对，就是我们聊的，怕他不太知道。什么叫被孤立嘛？那、啊、不是，可是代沟这个词，哎呀，我们聊的不是这些，就是我们像我们一些00后的回忆呀、啊，就是不一样的呀。像闪闪，就像他喜欢，就像我们喜欢的团体都不一样，你知道他说那个就像一个拉拉和一个侄女聊天，简单直接。这也太不是这两者有什么关系啊？有关就差不多那种意思。我就只能想到这种简单直接的。哎呀，确实，我觉得张三连都不太正常。啊，那倒也不一定吧。对，张三每天，我那天他直播，我在床上躺着，我听他说话，我就很震惊，我说他在说些什么？我说啥了？就说各种，就是很奇怪的话。
很正常，我们是新时代女性。那我跟你可能有代沟吧。我是那种比较偏新时代女性。那我是什么？独立的个体。那我是什么？你是什么呀？你是，我想想。啊，你还没了解到那种新世界的知识。新世界的知识。这真的很吓人。吓人，正常。哎，揍你们！哎，看我能不能准确的打到这摄像头。你打到我了。哎，成功了。哦，我今天超级无语。今天你们知道吗？我今天不是因为我今天比较可爱嘛，然后今天我就这样子，我就嘟嘴，因为我想看就嘟起来这里是怎么样子。我一直在嘟嘴，我跟赖俊宇在视频，他就说你觉得你自己这样很可爱吗？他说我在装可爱。我说我只是在看我的脸，我说这样子起来他这里是怎么样子，真是觉得很搞笑这个人。你现在已经叫了我几次雷娃了？他平常都没跟我们一起玩儿。对呀，平常又不在。有一种悲伤，本来就是啊，今都是啊。我们怎么可能不叫？我们都是一起叫的呀。也没有吧，就两个人还分什么老大老二啊？熊大熊二，确实，他们说赖俊不在了，我是不是00后的分队的老大了？我说就我们两个人，什么好老大的？熊大熊二，无法遗忘。他这样我又不会给我鞠躬。好了，我要准备关掉喽。你为什么腻的他呀？好吧，看来就是只是在我这里装装样子爱我，其实心里想的就是老赖。我们再加一个人，加谁啊？张三。对啊，江三本来是我们的编外称的。哇，这是蒋舒婷吗？是吗？发到朋友圈。这个。确实。谁发的呀？方雪艺。我看成了那个。实习生才不是呢。我们不会增加人的啦。嗯。没有啊，那只是就是那一天吧，之后他就不配了，因为他之后就再也没有那个造型，他只有他那天那个像一个混混一样的造型才配。谁呀？王佳瑜，就是平常我们都只叫他姓王的，他只有那天才能当混混王。混混王。你就给了什么手？不是，是因为他那天就是我们允许他当一个就是酷的人，他自己说他那天像一个混混的。才不是呢，是因为他那天他就可以当我们的保安而已了。
你先让他出现吧，我一百天都没看到他了。每天中心只能找到吴雪宇和江三玩，其他人都不在。确实，我也没都不在中心。然后每天都真的是我整个7月八月都只有他们俩陪我玩，每天。他不在吧？他不在呀，他每天。闪闪在吗？我怎么知道？我没去过他房间，没去过。在一起。哦哦。这里。哎，你的小黄鸭呢？我想体验一下拿着你的小黄鸭。还有一个在那运动。爸爱你，我知道，我知道。爱着你。哦，对，是江山的。我那天还以为他从上海拿回来，我说是不是有什么按钮可以变声，就是可以有音乐什么，啥都没有，就这样子，什么都没有。加个睫毛，让我的睫毛更卷翘。对，我从来加不起啊，我前面的睫毛，我也加不起来。是爱你爱着你，你说是。这是什么腮红刷吗？什么？对，你看还有这种，一边。拿热风吹啊！你好有经验，但是我就是因为跟我头发，就是我现在头发发质变差了，还是可以夹弯。我以前就头发弄弯了，马上就会变直那种。就我睫毛也是，就是特别容易变直。因为太细太软就会。不，我是很硬，反而会，啊、就是可能因为，哎呦，我不喜欢涂很多的睫毛膏，因为就卸不就卸妆的时候你不觉得很难卸吗？就涂睫毛膏，我特别不喜欢。我觉得我卸妆都很容易卸掉。睫毛膏吗？整个妆都很容易卸，嗯，就拿个卸妆油糊糊糊。我不用卸妆油。哎，我觉得就是那种现在带着妆很难受，但是就是卸妆也很烦，但是一卸完妆，整个人就感觉焕然新生，特别舒服。好了，我要准备关了，真准备关了，说半天了。拜拜。代表月亮消灭。